近日 TVB 新劇特勤女团开工，张希文、陈盈和罗玉儿三个人为了接近目标人物钟由美饰演卧底，还会扮鬼扮马，令人期待。近日罗玉儿就分享幕后花絮，原来剧中饰演钟由美父亲的关礼杰非常有前辈风范，准备了万岁到会慰劳剧组。而关礼杰虽然已经62岁了，个样就非常冻龄，绝对是圈中的顶级男神，真是做男主角都绰绰有余啊。